Table 用专门 bug， 然后一、啊、不是也有不同的方向吗？对 ，bug 也有算不同方向。对，然后这边就 total， 然后 Table 2再摆这个，然后中间那个结构需要摆吗？中间，我是说就不要摆这个。你的硕士要横排可以，但是通常 Table 这个因为都是太多，不是这样看都是这个形状哦，而且我们用文字就可以表示对这个的 size 啊。那我这边就摆每一个。我就把它 table， 你剩下的 table 根据我改的这个，你把它改成这样的形式。好。对，文字有一些修改。欸、这个是不是打错了、啊？那个是它的密度。那这边有一个扫打。扫打。这边是零。但是我看你每一个 other 都有。哦，对对对，应该是还没有统，没有之前没有用到的。哎、欸，对，这个 table 改一下，第一个就是用 block 的。好，然后这些资讯，好，再下来 ，OK。对，那这个，这个，欸、我们通常图一会摆系统的模拟图而已，这后面这两个应该不会摆了。就是第一个这个。就是、后面秀的时候才会秀。好，因为我主要是秀这个是要给他们知道是这个。那秀那要秀在后面，然后要画一下，你是用虚拟平面吗？再画一个平面吧。上下都是虚拟平面吗？对，都是虚拟平面。然后这个是 compression direction 嘛，就是对 compress 的方向，这是立方向，我有秀出来。对对，所以 compress 是动词，你这边应该是 compression direction 吧？对。好，再下来。对，这 stress 我们把它改成正的值啊，因为这样负的不符合我们一般的经验，哎，往右是越大。对对对，那我所以有人是把它改成正的，因为我们有注明是 compression。然后我们通常会把这个曲线上面有特征的点，比如说标一、一二三四。哦，类似像这样，然后让它对照。对。这个罗马。但是现在有三条线，那是要怎么标？除非再把它取出放大。因为比如说这个，我们想要用一，这边也用一，但人家就搞不清楚，因为。还是我就把那个，就是再做一张，然后就是专门用那张图来，因为我这边也是，对，还是用在比例这边，因为这边也是用硬变的。哎、欸，你想一下好了，因为这个要比较，你这样放置比较适当嘛。但是现在怎么把这些具有特征的点，然后配合你的图，把它秀出来？那这个 OK 吗？就是再把它分开可以吗？还是也要把它结合在一起，就是它这个是算它比例的，就是自己单独的 case， 就是没有，就是跟这个一样，就是它是对，就是自己单独的 case。对啊，这样可以啊。然后还是就是把那个，所以这样可以，这样就零。那我就把它那个标在这里就好，就是因为这个是零零一方向的比例变化，可以，也可以，我就直接标在这里。对，标在这里，然后你就可以写一下。写一下它这边是 Yale， 好像 Alchemy， 好，对，这样就很清楚啦。OK， 那所以你后面秀的这些，这个都是另外特征的，是不是？对，都是特征的， okay. 都是每一个方向，都是零一零，对吧？然后它的变化是什么？然后你会通常我会加一个分页符号，不然你现在上面跟动，下面图就会变乱。分页符号，就。每一个图都单独一页啊，不然你上面加一个，下面就乱了。好，那我再加一下。然后就是讨论温度的，这边是讨论温度的。那 bug 的有结果吗？有结果，只是我一开始不知道怎么放，就是老师刚才这样讲，大概知道。对，就是、我们通常要，就是除了 table 之外，它的那个这边我没有，我是没有摆，可是也是我也是有 bug 的结果。对 ，OK。只是我怕这样放 bug 的结果好像会很。太多，对，就另外一张图。哦，好，然后就跟他说是 bug， 然后也是这样。对，三个不同平面嘛。好 ，OK。好，那结果已经很够了，把这篇完整了。对。那对，然后第五问你的弹性常数算出来。刚那个误差算出来的弹性常数是？大概是这样，看起来是蛮正常的。啊，我今天会再把那个 QE 的也用 QE 的方式算一次，
应该也是。这个是什么材料？就是我那个配方，我那个第五轮你那个配方，铝木泥。我们要做的配方。对，我们要做的。然后有比对吗？就是刚才给老师看的那个误差。不，这个是。这个有 QE， 然后用造句写那个方式算出来。哦，没有，那个没有。可是我现在看 Viro 是已经蛮准，所以应该算出来是接近的。只是这个没有用他之前那个当成 initial，、哦、还没用成。那有实验上面的资料吗？实验没有，只有目前是只有 QE， 对，可以算。对，那如果用 QE 算比对起来几乎一样，那就太好了。就是也不用再拿那个弹性常数当 initial 的时候，还是也是要再拿进去当 initial。其实它那个 DB 键哦，它的 initial 用的还蛮多的、哦。对啊对啊，就是它会帮我们一直加强那个 data。对，它 initial 用的蛮多的，然后后面那个 label 的量就会稍微少一点。对。哦，那就是现在这里182是。上次我把全部的那个88组全部拿去算，但是这个的话可能要算很久，因为我上次算好像这是两个礼拜前跑的，然后到现在他第一轮还没跑完。然后我刚才给老师看的是我考虑三个平面，就是三种方向，就是只有三个initial。88种每一个都拿去 label 吗？对，这可能有算不完哦。对啊对啊，所以还是就不用那么多，就是只要因为好像只要比较关键的那三组，就是刚刚给老师看的是这个，或者是我们探讨的温度跟压力，是不是各选一个就好了？就300K吗？可以啊，300K，、哦、然后所以还是要300K一个高温。哦，好，所以还是要这么多，就是一样要88，因为我现在给老师看的是只有 round 这三个。这三个就是不同平面，就是不同方向。88组包含了 FCC、BCC 还有 BCP， 是不是？只有 FCC 跟 BCC，、哦、就是原本是50-50，然后有些没有算成功的。对、哦、对，就各44组。好像对，应该差不多。但如果这么多，可能就要很久。啊，这三组我去算是都还蛮快的。你这些 data 全部都是 MD。没有，这个是 OPT 而已。OPT 对 ，OPT 都是 OPT， 因为其实它那个在 run labs， 它就会把 MD 也加进去。对，因为如果 run 刚才那么多，就是可能要很久。你那怀疑没有办法，这88组弄进去，但是只 run 一点点吧。是 run 一点点是，因为他慢是 QE 在慢的。对，我知道。对，所以那 label 不要 label 上限，我们是调5个嘛，还是调2个？是。我们有一个 max 嘛，就是说你 label 的上限。然后原本是调5的，是设5的，好像又，那你就把 label 的数目，比如说调成2个，这个，对，哦，所以让它就是不要 label 那么多，但是这样会不会就是 data 不够？可以，我试一下，然后88个，然后你的温度跟压力的配对。看是不是温度，就取高温的就好了。哦，就是它就有包含在里面的。对，像我们这个是排列组合嘛。我记得它有一个是一到两。要不然你压力就取最高的10000这个。好。然后它的。然后温度有。温度好像是这个，它最高是2000嘛，那就是给它低一点。不是，你把这个5改成。二，它就是只有两个温度，200到50之间，把它分成两个阶段。好，那我就稍微
那我再改一下好了。嗯，好。大概是这样。欸，那怀廷，你这样撒就要撒厚了。没有，我还是用24扣，因为它182扣足够多吗？没有很多，182的不多。好，大概如果这样撒下去的话，24扣可能要活一两个月。所以大家是这样的话，那大家其他同学就丢别的爬皮犬了。懂，因为这个是182。嗯，对，所以182可能就要很久。24有多少？24，10海，十个，对，所以要蛮久的。是只有182要恢复，因为如果一个我把每个都恢复了，但是没有必要再不要用 O 啊。OK， 因为你这个一次要 run 很多 case 啊，不然对实在太久了。那我就是把刚才那88组，然后跟不同方向的也把它考虑进去，然后再 run。那你现在 fitting 出来的那个 model 算 NPT 那些都可以稳定吗？可以，我有算，但是好像因为它还没跑完，所以它的结构就还没有到完全稳定。大概它 NPT 完大概是这样。对，就是它现在还没有迭代完。有动画吗？是 NPT 还是 NPT？NPT、欸。可以啊，这样看起来还不错啊。对啊，而且这个是比较有放大系统，对、啊。原本系统没有那么大。OK， 也表示现在我们的 BIPMD 至少已经有初步的成果。对，已经算是可以跑模。那、等你再精确的 training， 应该就会更完整。对，就是如果再摆多一点 data 进去。这礼拜看的 paper 就是它是，我给你放一下重点就好。好，它是讨论这个高熵核心，然后它的也是它的尺寸特性，就是尺寸越小，但是它尺寸越小，它是机械性质越差的，它的结论是这样。对，然后就是它的方法是，对，它是先用 NPT 做平衡，然后300K 这样子，然后它是用 OSMSK 去建结构，然后 X 方向是非周期，然后 YZ 方向都是周期的。对，然后他有去讨论，他有去算他的弹性常数，他是用那个温度的方式，他有把它加入温度的方式去算弹性常数，所以他是先做 NPT 平衡，在300K， 然后算他的 elastic content。对，然后一开始他是先讨论他熔点，就是他的这个 single crystal， 他的在1940度这边，就是他体积有明显变化，所以就是1940这边大概是他的熔点。然后他发现他的尺寸越小，他的强度、他的熔点反而是越低的。对。然后这也是讨论他的 bug module， 就是他的弹性常数，就是他的 bug module 其实是随着他的经济尺寸，就是其实没有什么改变。然后他的剪切模量跟杨氏模数是会随着尺寸越小，然后越弱的，越小的。对。然后这个是他的应力应变图。就是可以看出它是随着尺寸越小，然后强度也越弱这样。OK， 好。对，然后还有它这边有做一个统计，就是在尺寸是2奈米的时候，它的 R 的结构已经几乎是占全部了，所以这边会导致它一个非进化的作用，所以就是它的所以它的机械性质会越来越弱这样。对，然后这里就是它的算是它一个变形机制，就是
随着应变的增加，它的那个堆垛承受会一直增加，然后它的飞筋也会一直越来越厚，所以就是堆垛承受的生长跟那个飞筋的增加，就是它的树荫变形的机制。你怀念你那个 block 的压缩，它的 dislocation 的方向是45度吗？它其实没有看那个书，然后就是说1001嘛。对。它其实在这里检查一下，因为后面那个 pillar 它变形就差异蛮大的嘛。对。是确实破坏是按照 block 的那个滑移平面去破坏。001是这一个，对。哦，我。还是 BCC 没有这个要，这个要看那个，因为我现在是把它剖面，所以看不太出来，要看那个另外就是，我那个 bug 再补一下。好 ，bug 那我也是把它放那个剖面吗？还是就是我可以直接放一个立体？不是有三个平面吗？对，就是因为我现在这个方向这个图是呈现就是把它剖切 slice， 把它切一半，那我。因为那个要看那个 shear strain 要立体的图比较可以看出来，那我就把它秀那个立体的图，因为它秀那个立体的图，它是就可以看出有45度的那种、个。